出演热播巨星白娘子传奇的偶像小生于朦胧有自己一直钟情的偶像，那就是著名歌手张靓颖。于朦胧不仅给张靓颖写信，还在综艺节目《喜欢你我也是》中谈到了自己的追星路以及对偶像张靓颖的种种欣赏，表达自己的爱意之外，也感谢偶像给予自己在演艺道路上的力量。于朦胧亲自发微博表示喜欢你我也是，还宣告自己就是堂堂正正追星。张靓颖也随即回复说，就像我们追我们家马老师一样吗？两人的互动也是 real 可爱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